们，女士们，各位观众，中央电视台73676闪电电视台为我们团队一对新人联合承办的婚礼庆典即将开始，现在进行的是庆典前的热身时装秀，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明天更加美好。下面有请新人新娘闪亮登场，大家说新娘漂亮吗？新郎美吗？帅吗？怎么样，战友们，看我漂亮吗？漂亮啊！别人结婚都有伴郎伴娘什么的，你们的伴郎伴娘呢？我们的伴郎不是在身后呢吗？哎，我说你这么漂亮的婚纱是从哪里定做的？哎呀，说起这婚纱呀，可是很有由头的。我想让战友们猜猜，我这婚纱是用什么做的？是用什么做的？用什么？有人说蚊帐。太有才了！没错，观众朋友们，您猜对了。我这身上的婚纱啊，是用咱们部队配发的蚊帐做的婚纱。新郎帅不帅？帅，新郎帅呆了。看看我新郎这身行头怎么样？这身行头。也不知道这是雨衣还是啥，叫礼服。礼服？结婚不穿礼服能行吗？我说结婚怎么披个雨衣来了，原来是礼服，感觉现在礼服都改成这个样子了。那当然了，我现在在南京军区某团的训练场上，这儿啊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服装秀，而且是咱们军营的服装秀。不错，刚才啊咱们的战友都猜对了，我的衣服是用蚊帐做的，但是呢我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象不到这蚊帐是怎么做成婚纱的，所以说我现在请出我们的服装设计师夏正春同志。有请夏正春。来，小夏到。哎呀，你看看这新郎暂时不要了，这是我新郎啊。我很荣幸啊。来，新郎，我能牵着你手啊？啊，那个没问题。来，现在咱们揭秘好吧，看看这蚊帐是怎么做成婚纱的。来，先说外边这一层是怎么做的，外边怎么设计的？外边一层我设计的就是一个小披肩，披肩的话，然后呢把那个打折的那个纽扣系在右肩上，这样呢会凸显出一个圆月形的一个形状，就像一个那种高领的毛衣那种往下凸的凸起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把它扣在右肩。来，新郎官，打开看看是不是蚊帐。上来两名战士配合一下，咱们看看是不是蚊帐做的。来，怎么样，瞧瞧瞧瞧，我们夏正春多聪明啊，愣是把咱们这个驱蚊的蚊帐啊做成了漂亮的婚纱。来说说里边这一层。这一层的吧，我是用床单把它叠成了三叠。哦，就是咱们战士们单兵铺的这个单兵的床单。来，里边这一层呢？里边这层我还是用了蚊帐，然后叠了两叠，然后就围在了身上。好，我们也看到了啊，最后一层还是用一个蚊帐做的，说明我们这个夏正春啊真是用了脑子的。这个婚纱已经绣完了，这样我先把我的正装穿上，再跟夏正春好好聊聊啊。好好好。说起夏正春的时装秀，无论是军民联欢还是部队自己的演出，都是团里长演不衰的招牌节目。尤其在每一次走秀的现场，他那特殊的设计理念总能让人倍感新奇，耳目一新。那夏正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会设计这么多的服装啊？这个嘛，主要是我自己个人比较有才。今天可是我第一次设计婚纱，而且是给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设计婚纱。今天我非得向他收取专利费。你还收专利费呢？我还得收专利费呢。我今天要不是为了给他当模特，我能扮演新娘吗？我可得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好好说说，我还没结婚呢。你给大家说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设计服装的这个想法？
设计服装吧，我主要是源于就团里经常搞节目，我就想创新一下吧。然后怎么个创新呢？人家说男的一般搞服装很少见，而且搞部队特色的更少见，像现在流行的时尚元素没有军人的特点，所以说我就想把这种时尚拉到军营里来，又把军营的时尚奉献给大家。我们战友们愿不愿意给你当模特？你设计的服装早有人穿吧。一开始吧，说搞时装还是大家挺支持我的，但是吧，一走到猫步大家就犯难。有一个同志吧，身体型比较胖，个子呢比较矮，他走起猫步来两个大腿迈不开，走不了一字，然后他就说跟我说我不干了，他说大老爷们膀大腰粗的，让我走个猫子步怎么走？刚才你说的那小伙子在哪儿呢？就在后面，在后面。啊啊，他说在后面呢。啊，是不是这位小伙子？我觉得这小伙子挺帅的嘛。就您这样的身材怎么敢出来当模特的呢？那个下半场一身一手栽培的。那您当时选他当模特初衷是什么呀？体现力量与美。谁还记得他当初那样？哎，你来，你试试来，我觉得你们俩有一拼的。觉得不像，不要说我啊。就这样啊。后来下班长怎么调教的？那就结合部队的立正嘛，上半身保持立正的状态，然后左脚自然的往前迈。搞时装秀呢，你怎么回事？搬运工啊你啊？拉活的？你干嘛呢？人家搞时装秀呢，人家这儿。刚刚听班长说他挺有才的，我觉得我也挺有才的，上来秀一下。人家觉得有才，人家拿出真材实料来了。你觉得你有才，你上来秀什么来了？秀乐器。那我没看到乐器啊，你秀什么呀？全在这黑匣子里。哦，这里边有乐器啊。对。现在战友们看他的秀展示。怎么样，小杜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个我选一样啊。选。这个。葫芦丝在咱们战友中间吹吧。哦，为什么要走到战友中间吹呢？我上中央电视台来，我也想让我们战友一起上中央电视台。哦，也要给咱们战友们一个影哈，来好。这位小伙子叫杜广阳，他不但多才多艺，而且熟练使用唢呐、葫芦丝、竹笛等多种乐器演奏乐曲。他入伍前就参加过多次文艺汇演，并取得多种奖项。渴望参军的他来到部队后，很快就成了团队的艺术骨干之一。杜广阳就像一条游进大海的鱼，在军营里得到了施展才华更广阔的舞台。
啊？这个我吹首军歌吧。哎，好啊，来吹首什么？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好啊。有没有会唱的？有没有会唱的？大家会唱吧？会，好，他来吹，大家一起唱啊，来。他不是能吹吗？我看他能吹。来，小杜，我这有样乐器啊，民间的原生态的啊，这能吹吗？难为我？难为你，一点都没难为你。你不是能吹吗？样样能吹吗？我就看你能不能吹。试试吧。试试吧。起起哄。哟，还真吹出声来了。我到这以后，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个闪电电视台，咱们闪电电视台台长谁啊？哟，跑过来这么帅的帅哥啊！刚才我问的闪电电视台台长是谁，你怎么跑来了？我就是。你就是闪电电视台台长啊？是的。二级士官怎么就能当台长了？怎么就不能当呢？我们台长是士兵，撰稿是士兵，摄像是士兵，主持人还是士兵。哦，那你除了当台长平时还做什么？主持人。哟，就是我跟我同行啊。来，同行握个手吧。哎呦，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交给你来主持好不好？不敢。别不敢呀，我找一个你熟悉的人，平时你经常采访的人，咱们一块主持。不敢，还是不敢。咱俩一块主持行吗？谢谢你。好，那我现在请出一个人来啊，这个人我相信多次上你们电视台，经常是你们报道的主角啊。啊，知道我说的是谁吗？多呢。多呢。嗯，好吧，还是我来点将吧。有请我们的石宇峰。石宇峰在这个团里啊是小明星啊，这个出镜率很高，战友们也非常的喜欢你。你知道大家为什么喜欢你吗？我长得帅。长得帅。其二呢？其二那就是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吧。你最擅长什么？我最擅长的是近景魔术。提起石宇峰，在团里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战士们心中的魔术明星。从小热爱魔术的他，在入伍前就多次在魔术比赛中获奖。2008年大学国防生毕业后，石宇峰来到南京军区担任某团新兵班长，并把他的魔术才华也带进了军营，通过一个个小魔术把快乐送给身边的战友。现在我给你出个题目，看看前面咱们的训练场上啊，训练场上现在是各种障碍的训练器材上都有咱们的官兵正在训练。对，都在辛苦。那就结合咱们官兵身上的一个训练器件或者是咱们的这个身上的服装，现场做一个魔术游戏，我看你行不行啊。这个是我常做的事儿。常做的事儿。对，这官兵训练着呢，我就是这义务的这个叫做慰问演出小个人儿的事。小个人啊。对，咱那好吧，凑不成队咱一个人也行吧，对不对？石排长赶快走到官兵当中，我看看你是怎么比划的。好的，那您就看着。嗯，来，好，来去吧。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想了解我的可爱的战友们在训练场上是怎么样感受快乐的吗？请跟我来看我将给这些战友们表演怎样的魔术，敬请期待。哎，我的战友们想看魔术表演吗？好，我们都过来好吗？排长，能不能站你后面？能，没问题。检查一下，你看，哎，看一下。好，别开玩笑，今天这个魔术您怎么弄我都能变成，看好了。
今天这个魔术呢，用的是我们鞋子上的鞋带，这个鞋带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必不可少的，要是一会儿打结了，你可就麻烦了。那么今天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魔术师是怎么绑鞋带的。首先第一步，看清楚喽。我看一下，看一下，我把鞋带解开，看，很普通的一个鞋带，被解开了。下面我们请这位战友呢，还有这位战友一块跟我一样把鞋带解开，好吗？好，来，好，解鞋带真快，一手就抽完了。那么接下来要比系鞋带，我们看一看两个战友谁系鞋带比较快，好不好？听我口令，一、二、三，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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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你们俩手脚并用的，看起来挺快的，其实呢我还有更绝的，我手都不用，只用脚我就能把它给系好了。哎，是不是吹牛？咱看了就知道了。好，瞪大你的眼睛，好，看好了，咱不用手把它鞋带，就靠脚，三二一，就给它系好了。绝不绝？鞋带它也是有灵性。大拇指跟食指跟我一样并着，好，看好了啊，胶带给您缠着。团长，你是不是想绑架我？就拿小手指就把你给绑架了。好，看着，您不是要试试它是真假吗？来，把两个手指分开看看，能不能分开？分开，试试。打死了！脸别憋那么粗啊！好看好，现在呢，我把我自己也绑起来。来，你帮我忙吗？你手还活动得了吗？没问题。现在手呢已经像你一样缠起来了，来，咱们比比，啊，你缠的比我缠的还狠。好的，你的手表给我好吗？好，玩完这个都乖乖训练去，听到了没？好。看好了啊，那我就给你看看咱们是怎么把这手表放好的。来，只数三声，它就放好了。一、二、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这只是个热身啊，热身。好，看好，还是三秒钟，三。一，进来了吗？哎，真的进来了？是不是真的在里面了？什么东西？真的假的？那手是不是拍撇开了？排长，那你能不能再把它拿出来呢？拿出来就比较复杂了。好，看好，就把它放到上面，然后，哎，它就出来了。哎，神奇哦！排长，还有什么绝活啊？都给我们看看吧。是啊，还想看绝活啊？就让你们训练休息一会儿，没完了，赶紧训练去，去，训练去，快！小史啊，这刚才啊，这训练场离我太远，这我只看见官兵又起哄又热闹了，但是具体你表演的什么我没看见，这能不能现在咱俩近距离的，你再给我忽悠一次？让我亲身感受一下你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吗？那我是非常热衷于，我刚才就说热衷于忽悠主持人。热衷于忽悠主持人，这就是我准备忽悠您的道具。哦，这就是准备忽悠我的东西啊。对，那么接下来呢，我将用它在您面前制造一个奇迹。我刚才取出来了一个项链，您看一下这个项链。男孩子戴项链啊，很特别呀，你。不，一般情况下是要送给我的吗？我知道你还没送我结婚礼物呢。啊，一会儿表演完了再送给你行吗？好吧。啊，我需要您帮我选一张牌，我在播，您随时喊停，我就停下来。好的，好，那你来播啊。好，开始。停。好，非常好，您终于选到了一张牌，把它记住。那我不用拿出来。这现在是两张牌。你确定？好，那就这样。啊，好，看它了。来吧。好，我已经记住了，记住了，没错，我现在想收藏。待会儿再给您好吗？好，我说过连链子带牌我一起还给你。还有人啊，现在还加人啊，都糊涂了。咱把这梅花五放进去，进去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是梅花五？不好意思，刚才偷瞄了一眼。毁了，这还变得什么大劲呢？好，您别着急。咱掉了一张。嗯，好，您看好，接下来呢这个魔术就真正的好玩了。这个洗牌叫印度洗牌，虽然这叫什么洗牌？印度洗牌法。我也很好奇，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太民间的洗牌法了，还印度洗牌法。就像数字叫阿拉伯数字一样。来吧，开始变吧。好的。我的梅花五哪儿去了？这有一个链子。嗯。还有您刚才抽的梅花五。嗯。那么接下来呢？我用这一整副牌在这个链子上晃动。
我说这个链子穿过了梅花五。检查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穿过了这个梅花五，也给我们可爱的战友们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还在迷离状态，我有点懵。那小眼镜还你来见证呗，我有点迷糊。是真的穿过去，对，真的。哎，可是怎么穿过去的呀？哎，你应该去问魔术师啊，不应该问我啊。那你真是旁观者清啊。这个东西是魔术师给你的，这个应该给你的，给你的，不用给我。好的，我感觉你给我套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你送给我的吗？不是，魔术师给你的。你除了在牌上能忽悠我之外，还能怎么忽悠我？我在团队有大型活动的时候，偶尔也会排练一些舞台魔术。啊，还会舞台魔术呢？对，舞台魔术都玩什么？舞台魔术通常会玩一些手彩类的魔术。手彩类的，对对对。好，今天准备了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叫做群伞乱舞的魔术。好，来，战友们掌声欢迎。哎，别着急呀、啊，表演这个舞台魔术呢，咱们得有这个演出服。不用换衣服。咋了？咱们这儿有时装秀啊。好呀，那我就请咱们夏导给我设计一身演出服吧。好呗，来，有请我们的夏导，来，边看时装秀边等我们的实拍档准备来。这是一组力量与美的完美。紧身的小挎包配着几条低包带组成的短裤，流苏式的下摆打造出均匀的豪爽与狂野。这是一组有着强烈互补的组合，忧郁的外表配以黑色系雨衣搭配，颇有几许神秘感。这是以八个牙缸两条背包带穿插而成的，采用牙缸作为挂饰，颇有新意呀。本档采用十条男军领带，十条武装带，两根背包绳混编而成。阳光酷男儿造型给陆军迷彩增添了一份亮点，军装的风格重在于细节、立领、背礼帽的组合，体现军装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展示给大家的是一套军用毛巾被和床单的完美组合，白床单质地柔软，毛巾被厚实温暖，体现了当代军人刚强背后的温柔与细腻。这是一套迷彩系列的组合，迷彩的神圣与前卫的时尚流行搭配在一起，凸显军绿色，已成为时下最流行的时尚元素。紧身的小背心配以苏格兰风格的褶皱短裙，体现出当代士兵的青春与活力。设计师的灵感来源于秦兵马俑，整套服装由24条宽窄背包带精心编织而成，帅气阳刚在这套服饰中展露无遗。抬起，更抬！哎，前面那同志，哎，你怎么回事？我们这边时装秀呢，哎，我们这时装秀呢，你又干嘛呢？哎呀，看这位大姐，真的是好生面貌！哎，从何方而来？山东而来。啊，从山东来的？对的。为什么从山东来啊？我呀，回家相亲去了。听说袁冰姐姐来了，我一定要回来看看长得是何等面容。来，别光溜嘴儿哈，说说特意从山东不相亲都跑回来了，准备给我们展示什么？我就用我带来的这个道具马鞭吧。啊，用马鞭怎么展示你的身段？身段就给大家展示几个趟马的动作吧。好。
呀，这小航真的厉害啊。那你这些武艺是从哪儿学的呀？是当兵之前就会呢，还是？当兵之前就会了，在家里跟老师学的。哦，那就是当兵之前就学戏曲了是吗？对的。准备给我们展示什么？来段马派的淮河营选段。好，来，战友们掌声。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直了一座车，右手在把乱布拉，三人捅把那鬼门关上他、啊、再来一个吧，来一个我们那个梅派的吧，穆桂英挂帅。好、啊、学一下穆桂英。冬天的金箍像画着深圳，放弃我破天门撞个李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地凛，这些可以借十六这胆角模仿的行吧，谢谢啊，真不错。来丑角上一个。丑角啊，啊丑角我给大家来一段数板吧。行，来报菜名啊，我要的是稀溜溜范儿，滑滑溜溜菜儿，虎皮酱瓜咸鸭蛋儿，鹿尾巴根儿下杂面儿，四喜丸子溜鱼片儿。几年来，为了促进官兵交流，展现军营特有的文明化气息，为官兵精心营造一个积极向上、敢打敢拼的军旅氛围，团队自主搭建了闪电电视台、闪电广播台、闪电学术编辑室和精武政工网站五个平台为官兵们服务，同时又组织了锣鼓队、舞狮队、篮球队、彩旗队、电声乐队、武术队和军乐队七支军营文化队伍。尤其舞狮队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他们由来自广东和当地的新兵组成。两个什么样的人啊，哎呀，尤其我们最后边这个最辛苦了。来这个呢，这个也出来，快快快，哎呀，咱看看都是谁呀、啊、啊，来跟大家见见面，给大家报补家门。我们的舞狮队叫做旋风舞狮队。那你们这个旋风舞狮队舞的是什么狮子呀、啊、舞的是南狮。哦，那还难道还有北狮吗？对啊，有北狮啊。哦、嗯、那你们舞的是南狮，那南狮有什么特点？南狮首先从外表上看嘛，它的色泽比较艳丽，然后看了我们的动作，它比较威猛，比较刚劲。说到南狮，它就会谈到北狮、嗯、北狮的特点就是相对狮子而言，北狮是比较贴切于真狮子的。北狮从上身到脚全是那种金黄色的毛，就是它不动，你离远了一看就认为会有可能误认为那是一头真狮子在那里。看地上啊，有这个葱，还有菜叶、生菜，这个是什么？南狮会采青吗？采青有什么意思呢？寓意着吉祥啊，啊，就有功啊、喜庆啊、吉祥之类的意思。这就代表青。对。那采起来以后呢？送出去。啊。给别人带去祝福，带去吉祥如意。哦、是吗？对的。好，是狮子来采青。是啊，好，那你来现在做完这个动作，然后把祝福送给大家。
刚才呀、我还在想啊，我说这小史的这个梅花舞是怎么穿到这个小银链里边的，我这想啊想啊是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今天得好好问问小史。哟，来了。对，我已经好了。哟，穿这么帅啊，这西装革履的里边还白衬衣，刚才穿一破雨衣还配我那婚纱，真是跌份儿，简直是。你这倒好，这会儿倒整挺帅，自己出场的时候帅了。刚才不是说那礼服吗？那我们家礼服，破雨衣就是礼服。好，给大家说说，准备好了吗？好的，已经准备好了。好，战友们，战友们。表现得非常好啊！啊，过奖过奖，当了。你看啊，咱们第一排的战友们，这手里拿的标语牌多好，团结拼搏奋勇第一。这边呢，这边这追求八个大字，追求卓越，责任荣誉奉献。听说这是你们的团训，对，没错，这是我们的团训。你说说这团训里面的这八个字，讲讲分别都什么意思？那么忠诚呢，讲究的就是对党、对国家的一个忠诚，这样我们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那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要保卫我们的国家，要维护人民财产，甚至要在这个危难时刻我们要出动，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荣誉。这作为我们一个解放军呢，不管是战士也好，军官也好，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崇尚一个荣誉，也是我们军人核心价值观里所提到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奉献。那么作为一名军人呢，很可能失去了一些生活上的自由，或许没有在这个军营外面呢那么潇洒，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因为我们团呢有一种自创的自己的叫做快乐训练法。是吗？还有快乐训练法呢？对，没错。好，那咱们一起去训练场看看什么是快乐训练法。团队里面像夏正春、杜广阳、航明元、石宇峰这样的文化小能人还有很多，他们在长时间的实践训练中摸索出了一套快乐训练法，通过一个个兵味十足的文化活动，帮助官兵放松身心，消除疲劳，
让原本艰苦的军事训练变得充满乐趣，让官兵们在炎热的训练场也能感受到快乐的清凉。